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已知三次函数 y 等于 f， 哦，这个 x 减一，它的图形是这个图形。那么他问这个不等式它的解为何？首先我们看哈 ，y 这个多项式哈，它是什么样的呢？多项式哦，它是三次函数嘛。而且哈，当你 x 呢趋近无穷大的话 ，y 是趋近无穷小。首先哈，它的原点哈，它要通过呢，它的零点是零一跟三呐、啊，那也就是 x 哈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 ，x 减一啊哈，也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、啊，还有 x 减三哈，也是这个多项式的因式，也就是我 y 呢可以写成多少哈？可以写成这个 x 乘以多少呢？ x 减一，啊乘以 x 减三，然后这个前面还可以有一个常数，哦，这个是固定的常数。那这常数哈、哦，它一定它是小于零的 ，a 它一定小于零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 x 趋近无穷大的话，这个它是趋近无穷大。但是呢，函数图形哈、哦，它是无穷小，代表这个是负的，也就 a 它是负的。好，那知道这个以后的话哈、哦，然后它现在哈、哦、要问这个要大于等于零多少，所以我把这 f(x) 给找出来，我就令这个叫做大 x， 我就 x 减一哈等于大 x 嘛，那这样我小 x 哈、哦、就等于大 x 加一。然后把它带进去，就 f 呢，大 x 等于 a， 小 x 是大 x 加一啊。哦，那小 x 减一是大 x， 然后这个呢，小 x 哈、哦，小 x 大 x 加一啊减三，所以这大 x 呢减二，这大 x 减二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现在把它换成小 x， 说 f 呢小 x 哈，这就等 a 小 x 加一，啊乘以小 x， 啊乘以小 x 减二。好，它现在要乘一个 x 加一，啊乘 fx 要大于等于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x 加一哈 ，fx 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所以就把它乘以 x 加一嘛，就 a 倍的。x 加一嘛，平方 x 减二，那这个它是大于等于零的。好，大于等于零，那现在呢，这个 a 哈、哦、它是小于零的，所以两边呢，我给它除以 a 的话，不等号要颠倒过来，所以变成哈，变成是 x 加一哈、哦，平方 x 减二哈，这是小于等于零的。好，那这个大于等于零啊，那我把约掉以后哈、哦，这个不能等于零，我要约掉啊，这不能等于零。那我们有一个，这里面有个解啊，我把约掉的话哈、哦，这里面有个解，就是说我两边约，就当然哈、哦，当这个不等于零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哈、哦，第一个嘛，这 x 加一呢等于零的时候，是它的一个解嘛，哦，是它的一个解，所以呢。x 等于负一哈，是它的一个解。x 等于负一呢，是这个不等式的一个解。那第二种情况是 ，x 加一呢，如果不等于零的话，那不等于零的话，我两边就可以约掉，这是平方嘛，约掉不等号不用颠倒。哦，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就 x 减二哈，小于等于零了。那这个解是多少？这个解是什么解？这解是这样的解，零它跟二，这正负正。哦，这个解的话呢是 x 哈、哦、小于等于二，它、啊、大于等于零。哦 ，x 不等于负一的时候 ，x 有这个解，而且加上 x 等于负一，或者 x 哈、哦、等于负一，而等于负一也是它的解，所以它的解就是这个。所以它的解的话呢是什么样的解呢？是零小于等于 x 小于等于二，或者 x 哈、哦、
等于负一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解。